8月9日，韩国艺人玄雅所属经纪公司方面向媒体表示，玄雅决定与交往多年的年长7岁的企业家男友结婚，将于9月3日在首尔青潭洞某处举行非公开婚礼。据悉，曾与玄雅一同活动的 Nine Musics 成员们均将在婚礼当天到场祝贺。另外，玄雅于2010年作为 Nine Musics 成员出道，并参与组合的以歌曲 Ladies 的宣传。12月22日出演电影《开心家族》。2016年10月4日与公司合约期满后退出组合。